近日，吴昕加盟某综艺节目，观众们对吴昕在节目中经常养生、加男生微信，也是问中医馆的生活方式展开了讨论。20日下午，吴昕在其本人微博对网友们关心的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。吴昕表示，节目里的宅和养生大概只是他三分之一的呈现，且这是他人物舒适并享受的生活方式，并代表他只宅在家养生。吴昕还称自己容易感动情，一激动就会哭，但是哭并不代表委屈，而是对过去努力和不放弃的理解和感动。最后，吴昕还表示自己过得很好，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过一生。